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十月呢，是一个需要因应变化挑战而不断寻求平衡的时候了。那么擅长沟通协调的双子、天秤与水瓶座，在这个月份会有很好的工作运势，能够表现你的优势哦。而牡羊座、狮子座、射手座的朋友，在这个月份里面呢，有很棒的人缘，但是要注意，关于利益跟金钱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先讲好自己的原则。而金牛座、处女座以及摩羯座的朋友，在这个月有很棒的工作跟财运，但是千万不要投机，否则会有反效果。巨蟹、天蝎、双鱼座的朋友，在这个月里面有很棒的爱情运势，同时呢，也可以花一些时间旅行、学习、投资自己。想知道更多的星座运势吗？请持续关注 LTV。